昨天在集装箱里发现了一个现代的电子密码箱，而且还收获了一条灯笼鱼，那鱼香味当时我就爱了。今天我再次来到海边，搜寻了一圈之后没有发现鱼，但是意外的发现了一个西瓜。没想到在海边还能捡到西瓜，这肯定是从某艘运输船上掉下来的，把它带回去吃了吧。走，我去找来一块竹片，利用礁石将其打磨，让它变得锋利无比。现在已经把它切开了，经过海水浸泡的西瓜冰凉爽口，真的是太满足了。果肉吃完了，但是西瓜皮也不能浪费，咱们把它制作成一个鱼具。首先我们在西瓜壳上开两个洞，利用我刚才制作的竹片刀具，在西瓜上面挖三个洞，大小差不多就可以了。挖好之后拿来当金鱼口，然后用竹签将它封口。利用我们提前削好的竹签，把吃西瓜的这个洞堵上，不然的话鱼会从这里跑掉。然后再用摄影师带来的小牙签制作金鱼口。现在我要利用牙签把刚才挖出来的三个洞制作成进口大出口小的金鱼口，这样的话跑进去的鱼想要再出来就很难了。制作好之后再把多余的牙签全部折断。制作成功，现在绑上绳子放入诱饵就可以去钓鱼了。找到几个生蚝当做诱饵，天快要黑了，赶紧把金龙放到海里去。为了防止它沉不下去，我在里面加了一些石头。把渔具放在有暗流的石缝里，这样更利于捕捉。然后再把这块竹片放在两块石头的中间，这样的话就不会被海水带走了。现在已经把渔具放好了，接下来就只有等一会儿再来看看。现在天也快要黑了，休息一下，然后开两个箱子再过来看收获。完美。